又望呀望一望他，家转心像心上一片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像这呀流浪一幅画。好，那个突然换了拍子，对不对？你就抓着拍子，这个就不行了。这掐掐的拍子就是你如果换了这地方，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像真呀流浪一幅画，是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这个牌子，所以说一下子转过来说你就找不到你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像真呀流浪一幅画，是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对啊，他几乎什么拍子都可以用，只是要突然刚刚一下子调试不过来，好吧，你们这个每天都要练这个。那我们这首歌刚刚就是教你们掐掐嘛，接力棒，对不对？每一首歌都要练一下。因为我爱你啊，接力棒有名堂很多，像这种是属于中版的，对不对？那接力棒那种，玫瑰我们那个不用这个不能弹哦，你必须要走 walking 啊。要走 walking， 你那个也是可以的，但是速度很快，但是你那个，可是你当下去弹拍子的时候不一样哦，要用不能这样嘟哒嘟哒嘟哒这样，一定要用那个切飞音的，1478，你看再看，我再看弹一遍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的时候啊，像这个拍子，你要到副歌的时候，你要走 walking 了。walking 的时候呢，你变成是你不能再，你要用那种，这个要练，上次有教过嘛？对。拍子啊，棒！拍子要用25的，25的拍子。147要接25吧？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对。
是叭叭喳喳，有没有？这个在座同学都有练过吗？他有练，还有谁有练？那个孩子，嗯，然后这个等于说稍微提升一点。小和弦上去，那你那同学如果有兴趣就练一个，是慢一点啊，这个好，你练这个是左手一定要练，对不对？要练得很熟。这种是这样，有两个了，一个是有没有讲过？老师，这个大概什么速度？这个像这个，大概是属于130上下，130。然后这个就差不多200，要200。这个所以 open leaves 的 B 段就不适合。不是，随便你了，就是说啊，你一首歌对不对？你看你的速度 ，alternative 你可以，alternative 比较不适，因为它是一拍一小节，一小节那嘣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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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不是这样的。它等于说是完整的小节 ，alternative 等于说是，等于说是就一半而已，一半。你不能说，你毕竟马上就开始换和弦，两种都不要，所以你们应该花点精神在这上面研究一下。那我先啊，老师练的时候是先从 C 练的。你们现在练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两种都练的，一个是怎么样？这个速度比较慢嘛，对，你就练，先练这个，先练两个和弦，这样子，然后慢。练 C 跟 C F 啊，先，就是速度，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。130左右，然后速度越来越快了。其实你们练这个时候可以把家里节拍器打开，把调到像调到200的时候，再用第一种来不及了，这个太快了嘛，所以你必须要用切分音的味道去练。老师，那个 C、啊、F， 然后再一直往上，然后练。就全部大和弦练一遍，全部大和弦练一遍，全部小和弦练一遍，而不要。就是以前我不是教你们是大小混在一起吗？那是因为看你们练西调嘛，只练西调嘛。
就全部在白键上面嘛。可是那没有效果，没有用，你们还是要狠下心来，呵呵，大和弦，小和弦。你弹一次大和弦，弹一次小和弦。下来，对不对？小号也上去。先不要贪心嘛，先练西的，先把这练好。你看这，你心中这样子，拍子八八八八八一四七嘛，先练这个两个和弦就够，然后把拍子对准，你看。那我不是西和弦吗？我可以加个九度啊，对，然后也是九度啊，对，那你只要什么都不加，没有加嘛，对，然后就加就九度，就是在那个点上，你们先不要加嘛，先从那个最基本的弹起，好不好？